那个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玉县镇子庄村，正好碰见咱兄弟还看过俺们的这个在头条上的视频。嗯，哎，今天你就正好把你们这个镇子庄给俺们好好介绍介绍。镇子庄成立大概是500年左右，那个布里头看一看，老古布看一看，还有镇子庄最出名是凤山寺，凤山寺一会儿也可以去看。也在那古老古里头。老古布里头没在，凤山寺在崇东大概1-2公里左右，在路北嘞。这是镇子寺庙。寺庙，镇子庄最出名的寺庙，常年有咱们这个和尚，还有这个佛，应该是说。居士在那里头居住，常年现在还有，常年有，常年有，常年有，这是咱的就是确实现代化。今年、啊、咱们镇子庄最出名的是个大绿树，你看路那大绿树最出名，咱啊有棵大绿树有几百年，这据说是100多年以上，就这个大绿树，最、这个绿树最出名。那来人都来看这棵树，主要看树和庙啊，主要看树更妙。嗯。这棵树有100多年，你看这还学了100年，应该100多年，据说100多年，据说100年以上。啊，100年以上。嗯，这棵树现在咱们村的这也属于村宝了。这是河北省文物也属于。啊，这棵柳树要是夏天是不是特浓的、哎？特别大，特别大。平时村里的人们都是在俺们乘凉。啊，那个。比如说每年15啦什么也来这儿搞个活动，这边是2月19，就来这儿树这儿搞活动。2月19是有庙会，有这个庙会就从来。那跟这个树有关系的活动有吗？树就是大年初一人们就挂着祈福的亭亭。啊，就是这个村里头人们都来这儿挂。哎，对，你也来挂。大年初一。你也挂。我也挂，这人们还比赛谁挂最早最好，比赛吧。据说是，有这说法吧，就咱们过年龙王活那意思是一样的，谁、啊、这个龙的这得的那面方向跟那面送，哦、啊，和这意思是一样。这就人们都早点就挂。嗯，有的是三四合呀半月挂。有些真的抓这个老古，这个古面看见也挺好，这个古里头建的也挺好。现在我们进里头看一看。现在我们进里头看看。下回这